哥，我想吃肯德基，那个蛋挞我都舍不得买。我请你，随便吃 ，Go。哥，我今天要给年轻的肯德基上一课。这都老啥样了，来吃。来吃吧。等会儿，哥，我最多一次才点两个，我去上个厕所啊，挤点空间，你等会儿。回家洗个澡，睡觉。哟哒嘞哟哒嘞哟滴哟嘞滴哟嘞，哟哒嘞哟哒嘞哟滴哟滴哟嘞。啊！哥，看我没纸，我这个垃圾桶都没有。你有病啊！你没有纸，你给我打啥电话？你有毛病你！这神经。燃烧。本来今天高高兴兴，你为什么要说执着啊？